痒痒痒。夏天一到，蚊子为你嗡嗡叫，让你睡都睡不好。蚊子到底有多烦？连在结婚中的新娘都忍不住。The Trinity. I got it. 再可怕一点，还会被叮成猪头。根据大陆媒体报道，这位三十岁的山西男性早在五月份被蚊子叮咬之后就出现严重的红肿现象，到处求医都无法消除。这么可怕的小恶魔到底爱喝谁的血呢？真的假的？我是人体捕蚊灯。每一年，全球约有70-80万的人被邪恶的蚊子引刀毙命，而全世界的蚊子有3000多种，台湾就有125种，也是继人类之后杀死更多人类的多细胞生物。借蚊子叮咬的传播疾病有疟疾、紫卡、黄热病，还有在东南亚跟台湾最常见的登革热。到底登革热有多可怕呢？睡觉的时候真的很痛苦，背，但是痛到一个极致，很像骨头被撕碎、撕裂那个感觉。就读台南一所大学的林姓男大生说，感染登革热真的痛苦到无法想象，头痛欲裂，睡不着，吃不下，真的是生不如死，痛不欲生。登革热的传染非常的快速，在2015年，台南就曾经因为登革热大流行，10000多人受到蚊子的叮咬而感染。树丛杂草喷药，喷起水沟盖也喷消毒水。台南登革热疫情持续扩张，3天2头就得消毒，甚至走进医院看到这种景象。病床上挂起蚊帐，连急诊室也有超大面落地蚊帐，就怕患者再度被蚊虫叮咬。台湾夏天正是登革热的好发季节，往年都要侦测蚊子的动向来防止疫情的扩散。今年的登革热有在卷土重来的趋势，截至7月，已经有超过700多例的人被感染了，甚至已经有1人死亡。登革热疫情持续升温，台南市区每天深入社区喷药，却出现今年首例死亡个案。患者是台南市一名40多岁女性，7月16号出现发烧症状，18号就医住院，确诊为登革热，并同时有中暑热衰竭情形，体温高达41.3度，在21号因为多重器官衰竭并发癫痫过世，并发5天就死亡。这么小却致命的蚊子，让身为人类的我们疲于奔命，从民间到实验室发明各种的方法来增加防御值，与它搏斗。不过我们先来谈一谈大家最想对蚊子问的问题，为什么蚊子总爱找上我呢？就是他们都会说他们的身体可能偏酸性之类的。妈妈不是都会说，就是如果你吃太多肉啊，或者你体质比较酸啊，不多喝水，然后蚊子就会来。爱吃肉的、体质酸的、容易被咬，错，医师说这些都是迷思。研究发现啊，蚊子喜欢找上你，主要是以下这些的原因：二氧化碳、温度、气味，还有颜色。研究指出，蚊子即使是在30公尺之外，也能够感受到二氧化碳。它会根据二氧化碳浓度来寻找目标，谁呼出的二氧化碳多，蚊子就爱找谁。如果不想要蚊子找到你，你可以暂时停止呼吸。不过，就算你不呼吸，脚上散发出来的气味，或是穿过的袜子的味道，也是会让蚊子情有独钟，臭味相投。另外啊，还有体温也是蚊子辨别要不要下手的对象哦。像是身体暖烘烘的小朋友，体温偏高的孕妇，或者是运动完之后，都是蚊子的最爱。温度高的人容易被叮，再来就是气味了。运动完之后的汗臭味，用什么样来洗香香的香皂味，连喷香水的味道啊，也是蚊子的菜。马鲁拉果油沐浴露、深层滋养身体沐浴露以及蜂蜜花香沐浴露，洗手后都比洗手前吸引到更多只蚊子，显示这些味道会升高对蚊子的吸引力。不是每一只蚊子都吸血的，公蚊子吃素不吸血，平常只喝花蜜，只有母蚊子啊才会吸血，
因为血液能够帮助他们繁殖下一代。蚊子吸血靠的是他那一张无敌自带餐具的嘴巴，每一次吸血都得动员六根针，而其中最惹人嫌的一根针就是用来注入蚊子的唾液，保持血液的流动，这也是造成我们皮肤痒痒会肿起来的原因哦。楼梯间我们就当它这个烟囱一样，它会有上升气流，它的翅膀张开来，它就会往上就漂浮上去，所以可以漂浮到很高。想要逃蚊，高度已经不是最佳的选择了。纵观这些因子，你成为蚊子爱找的人吗？如果不幸中了大奖，那就来找找如何驱除它们的方法吧。坊间为了驱蚊，最早的蚊香、防蚊液、电蚊拍，还有捕蚊灯，到现在的防蚊贴、防蚊手环、防蚊衣、超音波的驱蚊器，五花八门，真的有效吗？戴着市售的防蚊手环才刚伸进去蚊笼，不夸张，根本没有效，就连防蚊贴片也一样，大大一片就贴在手背上，但蚊子却视而不见。对准装满水的容器投下一个50和4个一元硬币，这招叫做许愿盆，透过铜板在水中释出铜离子的方式来饿死蚊子幼虫孑孓，而且专治引发登革热的埃及白线斑蚊。铜钱呢，它在水中可以慢慢解离，慢慢释放出那个铜的离子出来，铜的离子就会杀死细那个病媒蚊的幼虫是孑孓。透过释放和公蚊一样的频率挂在身上，让专门吸血的怀孕母蚊子误认附近有公蚊，进而远离，达到除蚊效果。如果觉得科技的方法驱逐不了蚊，那就来土法炼钢，用打的。日本研究发现，蚊子飞行的习性是上下来移动，让蚊子与你的方向来平行，采用上下拍击而不是左右夹攻，可以增加你的命中率哦。啊，やった！やりました！打蚊子很靠技术的，打一只蚊子很容易，打一群蚊子就很困难了。现在防蚊已经动到基因改造。澳洲的学者欧尼尔就发现国蝇身上有一种沃巴赫氏菌，可以阻碍登革热病毒在蚊子体内复制，能够抑制病毒的传染，所以利用显微针将细菌注射到蚊卵里面，不管是公蚊、母蚊有没有带源，都无法复制登革热的病毒，再将这些打过针的蚊子外放出去，当细菌蚊跟病媒蚊交配繁殖的时候，就失去了传染力，因此他们的下一代、下下一代、曾孙、玄孙、什么孙都不会再带病毒。但是尽管如此，人类和蚊子上万年的对抗，蚊子依旧是顽强屹立不倒，跟小强们有的拼啊！夏日防蚊百百种，千万小心登革热。中天亚洲台真的假的为你解密，欢迎订阅、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